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闹元宵。台南咸水的螃仔炮昨暝震撼登场，总共来65万的游客，三座的主炮城，80万支的螃仔炮，再加上四颗嫩灯，民众家己做的炮仔城200座，是乎整个盐水小镇规模炮仔城变变叫。也毋过因为天气热，未少游客未堪的翕热，所以防护的措施拢做无够，结果是乎螃仔炮射着伤的游客都有28人。LED 灯80万的螃仔炮同时发射，为了增强的螃仔炮咻咻叫射出，现场是客家的弟太太一个一个全副武装接受螃仔炮的洗礼。台南年度的盐水螃仔炮元宵节暗时9点，当头已登场，等等的烟火勃勃，对空气画面来看非常壮观。只是最后这个烟火勃勃煞断去。边的民众拢赶紧走，随后刺激的螃仔炮全大火起来，除了三座的主炮城，四周的也够将近200座，四周家己做的这炮城嘛对着轰炸，有人因此被炸伤，女子把酒桶火烛啊烧掉，好佳哉无性命危险，也够几位小姐颔棍的嘛去有这螃仔炮断掉，另外也够一个外国籍的旅游客现场惊吓症发作，紧急送病院。有28人受伤。2019年的盐水螃仔炮将近有65万名游客。这螃仔炮是炸到半暝将近3点，规个盐水城正做不夜城，规暗炮仔声隆隆叫。